好靚啊！九句號咁撚嘢，佢九句號。三個，幫佢把彈改名先。入啊！講入。入。我話入就入。鬆咗。我發現咧，翻工前咧，佢要飲翻罐先會嗨啲。翻工罐咩啊？我以後翻工買一罐好唔好啊？九號啊，三分啊，唔係啲支定九嚟，九啊，九嚟啊，肯定呢把係呢個七啊，因為俾佢陰咗好撚多次。啱先當時買一罐西柚，但我覺得唔好飲。哦，嗰罐咩？十個粉春炒啊，十四 D 啊，佢咩韓國罐啊？啲喎，唔係個姜嚟，嗰個係咩話？十廿七啊，三分炒孖零 D。我嗰度寫阿沙奇咯，阿沙奇嘅西柚，但我覺得個感覺一般。唔知飲啤酒，我唔係啤酒，我算果酒啊，果啤咯。啲專聲嘢。哇！你唱歌。咁又唔係，咁尷尬咯。上埋歐洲步，七兩分炒。香港用到歐洲步。D 啊，係二啊。有版權問題啊。有版權問題，所以用唔到。建議推薦使用呢個全新的亞洲步，使用三分啊，炒十六 D， 因為嗰邊開緊門嘅，等我坐過啊，我車未到站。哦，唔好意思啊，八秒鐘。七號三分，炒啊！七號三分，高板十六，加個。三分炒啊！呢板廿七啊！呢板廿七。哇！九點翻到三點，仲有啲咩做咧？喂，咪住，梅姐是真的接了29號的。我就是想問嘛，就是。是 firm 的嘛。我想問叫電話，我沒有電話。啊。是 firm 了的嘛。因為我記得我是問的。是的。所以最後五秒。一號兩分啊。一號。好啊，一號兩分炒。嗯。這版四號。嗯。哇！邊個？我開副有大位喎、啊，今日。九號三分啊！你當你係咩啊？一號 D 啊！睇到我先啦。哇！黐嘢！呢啲嘢論資排輩噶嘛，我入行耐過你。我呢啲粗重嘢交俾 Victor 啦。零號孖零兩分啊，炒啊！九號 D 啊！九號。九號。唔係啩？撚誇，好癲喎！喂，今日大家都飲咗一罐先開工。哇！即刻跌位啊！三仔十四號兩份。好咯，由呢邊企到嗰邊嚟嘅。三兩分炒 O 板廿三，加個兩分再炒七號 D 板。
分炒個孖零好版啊！我係未睇到。頂唔順，翻凳。唔好再騷啦，收翻埋啦。九號三分炒十六 D 版。十六兩分啊，炒啊，九號 D 啊。廿三兩分炒 D 版七號。巴黎，威啊幾好，巴黎兩分。翻到天花板。好啊，半天打。OK， 零七。翻嚟係同我，唔係佢去嗰時同我同啊誒哥 friend， 翻嚟嗰時出嘅錯。播咗未啊？咩啊？播咗未？佢唔食到咩泰腸？泰腸唔食到咩？好容易㗎咋？要醃噶嘛？唔使醃，邊使醃嘅啫？孖鈴片就孖鈴㗎啦嘛。啱唔啱啊？廿七兩分啊，有啊，助攻二號。你 O K 唔入唔入嘅真？咩啊？你哋去咗咩咯？未去 O K 啊？去咩啊 ？O K 已經見到好多靚，好唔好玩啊？但係好玩啊！俾女搞到腳仔軟啊！點陣又冇聲？哇！七號燒波。該上。七號兩分炒孖零件，哦，呢、這個手咧係幾好嘅，呢、這個都唔差，係。拉起一個。打起第二個，七號兩分入啊！呢個就係一個正統亞洲部嘅演示啦。呢個係亞洲部，呢個亞洲部。哎，呢個係後次。一分鐘。幾多犯規啊？差四啊。兩球正犯規。兩球係我哋。係咪孖嚟？巴黎超巴黎兩分炒啊，三十個 D 板，幾多？七號 number seven。三十三分炒高板五號，二號嚟個兩分啊！